这个球打得蛮扎实的，但一个弹跳被二垒手给掌握到，嗯，我拉过来。这个球郭彦文接得也很精彩，正好一个弹跳，他把这个球接得很稳，这速度又快，然后这抛者一点机会都没有，打得不错，往中间投，哦，宁可让你打，哦，靠手背，一个弹跳接到，轻轻松松的，时间很充裕。这球结果打到在一垒方向，一垒手接球之后抛给补位的投手踩垒包，哎呦，唐兆廷摔倒了，哇，这边是判出局啊，不过唐兆廷要小心啊，不要受伤。在这边呢是一个三胜三下五局下半的进攻啊，统一没有攻下分数，五局打完还是蓝米狗领先。